就这样子融化了，班子应该都给盖住了。如果有机会呢，来到这边的板桥啊，可以来品尝一下今天特殊的韩式料理，从韩式引进的韩式口味呢，牛乳功夫，还有这个神奇的棉花糖气泡饮，都等你来尝试看看哦。带着妈祖绕境进入了最后回銮的行程，好不容易等到天气放晴了，妈祖玩笑进入台中沿海这个乡镇，就吸引了众多的信众，真香的酸臭咖啡求平安。整个两公里的路程要耗费4-5个小时，场面非常热闹。沿途路段还有一个电话车开到，看到这长长的人龙队伍，就知道超远。